家好，我们是台南女中吉他社，这是我们这次的创作专辑。今天我们要来介绍它。这个下面呢是一个人的脸，然后我会把东西放在他的脑子的那个部分，就是这是一个美好的回忆，所以把它放在那脑子里面。然后脑子里面就是有这个是我们学校的红楼，这应该算是我们学校，就讲到我们学校大家应该会想到的东西，除了排球，排球在这里，就是红楼很是古迹嘛。然后这是我们吉他，就是，对，吉他社共同的回忆就是吉他了。然后呢，这只是一只鸟，是我们是小鸟，对，对，它有名字，它叫 John。然后这是椰子树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老师在开车通往那个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椰林小道，看他们椰子玩好的排球，排球算是我们男女的校球，没错。这个很感慨，是那个我们校门口那个，是不是停车场都会？就是校，因为我们校门口就要车子要进去，第一个就是要通过那个自动杆杆，对，所以是。就我们每天上学，如果从大门的话，就一定会看到它，而且它很酷，就是你只要从里面踩一个白线，你知道吗？踩一个，就踩个白线，它就会。然后我之前还会故意去踩，那阿飞就跟我说：“不要再踩。”我以为他没有在看，因为我们就看到他在那看连续剧。是哦。对，因为我在等外宾，然后我在就踩，知道吗？可他大概是韩剧嘛，他就我就踩，他就然后放下来，然后后来我就。这材质好了，我踩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妹妹，麦更大哦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好，对不起。”笑了。这群就是我们的干部，然后就是这次有参与专辑创作的一群人到了这里。然后你在哪里啊？你在车上这里，所以很重。然后这上面是我们就是每个人的特色。说这下面是很缤纷，对，是代表我们18岁缤纷的青春，对，好心虚，对，这是我们缤纷的青春，充满了身材，然后再来是 CD 的部分，就是的，这边看到很多饭团，充满了饭团的一页，感觉就是看着肚子会有点饿，但我们在南美。就是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一直吃。我看完，真假的，我看不出来。这可以播吗？不可以。这你不都快剪掉了？然后他这里有写18岁的，我觉得蛮有巧思的。谢谢谢谢。然后而且他有注音，就是怕小朋友看不懂，因为有小朋友。对，我有推荐小朋友。看到吗？我今天怎么一直打国语？刘英还有魏子瑜一起设计的，对，画出来，很酷吧？好，我们来看里面，有点难，真的很难。一个小女孩在弹吉他，嘿，然后还有恐龙，对对对，为什么要画恐龙？因为我真的超爱恐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不是，就看到了都说这是不是在画我？我也觉得是你，可是其实不是啊，只是因为短头发比较好画，我就把它画成短头发，因为长头发太难控制那个，对，就是很难画，你都会画到肩膀。对，我就觉得这里就很难画，遮住那个遮住这个。短头发最赞，所以才剪短头发。好，下一题。这个是龙轩的，对，这个是我的歌，然后下面是我的歌词，然后我的歌叫做《停留一秒钟》，就是在说我与时间赛跑的故事。然后这边。
着色是那个藏田高画的。不吧，它配色迷了。就是我的，看到，好，就是这两个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它不是什么特别的，就是那种。我幻想出来的在都市地底下跑来跑去的奇幻小生物，就很像外星人，就 也可以这么说。只是他们都不会在我们面前出现，就是神秘的动物，就对了。神怪兽电力公司。对对对对。帮我找一个好好的解释哦。看到他这个，虽然不是我们两个歌，可是这个我真的画很久，我画了大概三天吧，就一直修着修，让它那个线很直。会粘在一起。对，因为我用的那个工具不是那种专业的，绘图吧？对，没错，这不是专业，所以它我那个、工具，它没有办法让我画，就是它没有办法有一个专门的工具让我画直线。就算这个是我需要直线，我还是要手工直线。可是我的手就是，你可以拿尺。上面好，可是不想放上去就是会有会接触啊，就会，就会乱掉，所以就不行了。再来是封底，没错。然后这一样就是我们这次参与专辑创作的干部，就可能让我们抓这个，就我们试图要抓到我们青春的尾巴呀，可惜抓不怎么样。你等等看我在这里，因为我的头不知道为什么被抓，明明就是说要往上抓，然后我的头就莫名其妙被抓了一下。你等看我还帮我自己的手画一个饭团，设计者的私心，我就可以把自己的想要的东西画在我的上面。那以上就是我们的专辑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。